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几天天天忙着做粽子，我养的鱼都变成大头鱼了。今天下了这个早班，幸好我那节说自由活动，我就捞这些浮萍去喂鱼。哎，宇哥，你在这里下的黄山地龙吗？没有啊。啊，亮下的应该是。有货嘞。真的？嗯。看一下。哇塞，真的有货，有点大。回来再拿吧。我和慧亮想去街上。这边满了。做几套那个豆腐啊。啊？满了就拿回去，等一下又跑了。不是啊，亮放的。真的？不知道是谁放的，你乱拿。那问你一下他。这个不行的。衣服啦，我们看一下。Hello， 就像刚刚去端午节，然后被等端午节25号了。我就是之前嘛，五月四号之前农历的，可以吗？要不那么三万那行？给我们量一下尺寸吧，我们要穿洞服美美的去卖粽子。款式哪位的？找一下款式，试一下，我们给婉儿也试一下来。看到过我们了？好像是你是全家都在到一个农村看是吧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做点过节嘛，就做点那种应节气的东西。好漂亮啊！这个美女穿的，你看这个，男人就喜欢这种美女穿的美美的，人家身材好，我们俩也要选个美美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做一套一样的大红色，好不好？这个给婉儿合适吧？啊，我是说大红色，可以啊，配裙子，姐妹装。婉儿，这个给你穿了，婉儿来看一下。不要这种啊，有裙子嘞。这个是男孩子穿的哦，这是哲哲穿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找个女孩子穿的哦。要是怡婷也来，我们四个啊，等怡婷再叫婉儿做四个一套的。再找个。款式好看一点的，要凉快一点的，主要是这个季节。千万能够都大姐，你就不用凉了吧？我现在这里又宽了。你也没看出来啊？没看出来啊？没有啊，瘦的呀。哎，要它凉了才知道，我们的眼睛都看不到的。大姐，啊，这个款式好看，这个可以。那穿上去才知道。这是衣服，试一下。这个就简单一点，这个地方的，这两个扣子，这个你就花俏一点。我觉得这种有特色一点。这种吗？那我试一下这个。哦，也试一下，也试一下，选最合适的啊。我是挑花眼的。哎，慧亮啊！哎，这个款好看嘞。是啊，又比新做啊，你新设计的。啊，我觉得又简单又好看。要不然做这一套也可以啊，做一套试一下。哎，这布料肯定也凉快，那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觉得哎，这个有大的我试吗？还没有啊，那就量我的尺寸来打板，可以吗？这个就是样品啊。就是嘛，就是说它小嘛，做一个我大的嘛。我能穿吗？这个小了，也应该我也穿不了。那种很瘦的人，对，这刚好卡腰款的，我喜欢这款。可以吧？咦，你怎么那么瘦啊？我刚才看模特穿那么小，你怎么能穿呢？还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身材好吗？又简单又清爽，可以。对，这件可以啊。是啊，他这里没装扣，还要装暗扣的。哇，真的瘦了，你看这里还大耶。很大哦，他还说我穿不了，小看我。这件好看。我去照一下镜子。你去看一下，我反正我要订一件这样的。咦，在后面看还要瘦哦，这真的瘦了。本来就瘦嘛。本来就是黑色显瘦嘛。本来就是我瘦了嘛。你决定吗？你穿上去也瘦了。可是现在这件我确实穿不了，我不用试。我们两个订一套，这个是这么多样的，就那个裙子的摆也是金的花啊。没，随便纹吧，在这拿条裙子给我配一下，那个啊。没有那个做好的，那你随便拿一条。好，随便拿一条。随便拿一条。看吗？配上裙子。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好
哎呀，证明这个师傅的手艺 好，然后我的眼光好，看上了他的手艺，这就是千里马和伯乐，是不是老板？你看他就已经在把我们的形象设计出来了，可以可以，再找一套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裤子也好看，好看吧？哦，我发现你配这个你显得身材好小巧哦。啊，等你们说的那两尺寸呢？这是我、这个师傅，他们端午节要划龙舟，他们也要来订衣服。你们哪天的？我们去看呐、啊。五月初端午节什么的。哦，端午节我们卖粽子啊。洛阳啊。洛阳啊。我们拿粽子去洛阳卖。当然给洛阳看，真是。当然给反正拿了。也可以，有空就去啊、哦，要安排一下时间了、哦，可能还有他们一般上午，大老师也要休息一天，要休息一天啊、哦。我们这我也是干电池的。哦，你也是。啊，来吧，大家。不练了，我就喜欢那种长裙。那是大女王啊！啊，瞬间变女王了。真的好看吗？把那个头饰戴着配上，配那个头饰，但我不可以。啊，这个是没有扣的，是这样的。好看吗，宇哥？好看。哦，显得很高是吧？这哪？这个就有点热。而且不知道哪天穿了，天天做事。老板，有没有薄一点的布料？那我入手了，宇哥。可以。天天卖粽子，没钱吗？就是我想哪天穿，但是真的很喜欢啊。我的就端午节去看他们划龙船的时候穿嘛。我们那天卖粽子哪有时间、啊、那天粽子都卖完了。好，冲你这句话那就录了，给我做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得两套了，你对看了啊。我得了啊，先给我来。朋友们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老板说这一套刚好没有人要，好像真的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想来卖的就是说刚好我们还没有人要嘛，还没卖出去，还没有卖出去嘛，是吧？刚好合身是吧？好，可以，那就录了这一套吧，宇哥。包在我身上，你喜欢就好。开心。这个长裙，适合秋天、春天穿了、哦。我就说老板再配一件短裙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就入手这一套。还有这个长裙，还有那一套模特那一套了啊！你呢？这一套的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一套还有就那一套，看一下姐妹装那套。啊，鹅鹅还没得。你还没得了啊、哦？还要给你选的吗？你要选哪个啊？又给婉儿选一套。哇塞，漂亮哦！哇塞，跟妈妈的一样耶！是不是跟妈妈一样啊？是跟妈妈一样的。哦，是跟妈妈一样的。这是跳舞的。啊，跳舞的。哇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谁这么漂亮？赚你个钱，赚你个钱，赚钱钱，赚钱钱嘞！赚钱钱，赚钱钱，赚，赚赚嘞，赚赚嘞，赚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赚赚一下，赚赚一下，赚赚一个，快赚嘞！妈妈抱我赚，爸爸妈抱你赚了，赚钱啦！漂亮，我都赚晕了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回温家里，回温家玩不一样。妈哪里去了？糊里糊涂他就长大了。喵喵喵！快唱嘞！跳蹦沙，内白能，猫给哟，给哟们，给哟弟，给哟伙计。玩得可开心了，那我们现在回家喽。现在回家了。好了，那把东西放下吧。东西放一下。走吧。丢下去了。那你的旧衣服还要不要？还要。哦，要那就收拾回去吧。啊。我已经说不要了。走喽，下次再来拿了。